这就是2016年我们带女儿来到美国的读五年级的小学，这也是让她追寻美国梦的开始。那时候她是五年级下半学期，现在是高中毕业，2023年。现在他们走回他们的小学，这是他们的一种仪式。在高中校长的带领下，走。校园，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高中校长，杰米·努维尔，旁边陪伴的是小学的校长，我已经忘记了那位校长的名字。
高中生。他们当年就是毕业于这所小学。Hello, hi.